原标题：刘邦死后，匈奴单于求娶吕后，吕后如何用一封回信实现汉匈和平。文澜孟岛主原创文章，已开启全网维权，抄袭必究。汉高祖刘邦驾崩后，太子刘盈继位，吕后临朝称制，成为王朝的实际统治者。汉惠帝六年，公元前189年，吕后收到一封来自匈奴冒顿冒读单于的求爱信，大意是：你死了丈夫，我也没有老婆，我们两个都是寡居的君主，不如你改嫁给我，你我互通有无，排遣寂寞。这封所谓的求爱信言辞是十分粗鲁，明显就是用来羞辱大汉太后的。以吕后的性格，看完后自然是勃然大怒，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对策。楚汉传奇吕后巨丈半脸者秦岚朝臣得知吕后受此羞辱，个个义愤填膺，朝堂上一片主战之声。大将军樊哙更是提出，他愿意带领10万骑兵横扫匈奴，围主雪耻。吕后当即做出两项决定，其一，斩杀来使；其二，出兵匈奴。但就在此时，中郎将季布却站出来劝阻，并给出了反对理由。在听季布的发言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给吕后写求爱信的冒顿单于。展开全文，电影《冒顿巨丈》，匈奴的首领称单于单于，冒顿冒读单于则是匈奴历史上神一样的存在，正是他首次统一了北方草原，建立起庞大强盛的匈奴帝国。汉民族受到匈奴的侵扰，也是从冒顿单于父子时期开始的。冒顿单于实在是个狠角色，他不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杀父自立，为了成就霸业，这个人还特别能忍。冒顿单于刚刚即位不久时，东胡承其根基不稳，派使索要单于千里马，这无疑是明目张胆的挑衅。但当时冒顿单于却不顾群臣反对，将象征身份的千里马恭恭敬敬献给了东胡。东胡见冒顿单于如此软弱，便得寸进尺，竟然又提出索要单于阏氏，阏氏也就是匈奴的皇后。没想到这一次冒顿单于再一次选择了隐忍，竟然乖乖把自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。从此东胡误以为匈奴无能可欺，完全不将其放在眼里。而冒顿单于则乘机稳固统治，扩充军备，时机成熟后立刻发兵突袭东胡，杀了东胡王，灭了东胡国。随后冒顿单于又先后征服了越氏、楼兰、乌孙、忽皆等20余国，一跃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。冒顿单于画像冒顿单于的野心还不仅仅在西域和北方，随着实力不断强大，匈奴又开始侵扰汉地。汉高祖六年，公元前201年，韩王信叛乱，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，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，结果被围困于白登山长达7天7夜，彻底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。后来刘邦不得不采纳了陈平的建议，通过向冒顿单于的阏氏行贿，才勉强得以脱险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。白登之围后，刘邦方才领略到冒顿单于的厉害，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采用和亲的方式笼络匈奴，维护边境安宁。电影《冒顿巨丈》通过以上介绍不难看出，冒顿单于之所以敢出言不逊，写求爱书羞辱吕后，是因为他的确有点实力。季布站出来反对，理由也很充分，他问吕后：樊哙比起高皇帝如何？当年高皇帝率领32万大军御驾亲征，尚且被困于白登，如今樊哙竟然口出狂言要率领10万骑兵横扫匈奴，这不是欺君吗？诚然，当年的白登之围
樊哙也曾亲身经历，如今他扬言以10万骑兵灭匈奴，的确有说大话之嫌，所以季布建议吕后斩杀樊哙。吕后听完季布的解释，沉默半晌，最终虽然并未杀樊哙，但也彻底断绝了出兵匈奴的想法。王的盛宴，吕后拒召扮演者秦岚，并且吕后还给冒顿单于写了一封言辞十分谦卑的回信，大意是单于没有忘。季毕国还屈尊送来书信，毕国诚惶诚恐，但是我已经年老色衰，连头发牙齿都脱落了，路也走不稳了，实在不值得单于为我玷污自己。毕国并未做错事，还请单于宽恕。吕后将信交给使者，并继续送给冒顿单于大量车马贡品，大汗珍奇。冒顿单于收到吕后回信后，被他的气量所折服，心中愧疚不已，于是回赠礼物，答应和亲，一直到吕后死前，汉匈两国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。史记《匈奴列传》：高祖崩，孝惠吕太后时，汉书定，故匈奴已交。冒顿乃为叔夷高后，妄言。高后欲击之，诸将曰：“以高帝贤武，然尚困于平城。”于是高后乃止，复与匈奴和亲。美人心计，吕后拒召扮演者戴春荣在曼殊辱后事件中，吕后表现出异常的隐忍，因此换来了汉匈和平，边境安定，可以说是大智慧的体现。当然也有后世之人批评吕后回信写得太谦卑，有损大汉形象，但无论如何，吕后也算是权宜之计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回看当时西汉的实际情况，刘邦驾崩，刘盈软弱，主少国疑，太后执政，政治根基不稳时，如果贸然出兵匈奴，即便最终能够获胜，也必定动摇国本。所以与其意气用事，不如忍辱负重。参考资料：史记文中图片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